从这一山到那一山，有此路经彼路，但凡有佛陀圣弟子的地方，就会留下他们经行的足迹。经行使他们从凡人走向了阿罗汉，而阿罗汉乃至佛陀仍在经行。群山环绕，遮挡了清晨温暖的阳光，努力爬坡正好驱除寒意。然而让人真正感到悲寒的是，面对不断升起的妄想高山，人们若不依佛法努力修行，仅靠世间的辛劳，是永远不能断绝苦恼的。在印度的灵鹫山、鹿野苑等地，今日的人们依然可以看到当初佛陀弟子们经行所走过的路基。为了方便弟子经行，佛陀让建造经行堂，而对于老病羸弱的弟子们，则允许他们在经行时两头牵绳以作扶手，为防止手被绳索磨破，还可以把套筒装在绳上。在中国古代，经行对于高僧大德是平常之事，而在南传佛教国家更是至今不衰。就像生活离不开空气和水分一样，了脱生死与经行密不可分。要超越轮回，只满足于在世间做一个好人，是远远不够的。正如没有完全相同的山，妄想的心刹那刹那生灭，没有完全相同的一念。我们执着早已消逝的念头相续不断，以为那就是真实。凡夫的相续之法形成了世间。遵循世尊的教导，行脚僧靠双脚游行人间。30多斤的背包加上锡杖，便是僧人的全部家当。对于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来说，如果接受了不是绝对必要的供养，会成为累赘而不是帮助。要断妄想，应从每一个当下去修行。所以不是在生活中修行，而是修行就是生活。上坡时休息的次数也比平地要略多一些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行脚休息，僧人习惯于轻装简行，宁愿送走多余的供养品，去除了金钱和过多物质的缠绕，卸掉了房屋的拖累，只保障修行生活的正常进行。所以带着他去翻越妄想的群山，无疑是再便捷不过。为了给佛教边远的地方多送去一些经书法宝，许多僧人的背包增加到了50-60斤。于是在疲劳、肩痛、脚底起泡等等的忍受中，僧人由于减少了对身体的贪爱，从而增加了定力。断除妄想的修行使生活变得越来越简单，而这种简单日复一日，就像在这盘山道上来回行走一样，看起来只是一种重复，但高度却在渐增。上妙下祥法师讲述经行：眼观卧牛之地，出方便。
面现呆沉小巷，不攀援。慢条溪，摄六根，心无念。两手垂，少摆动，人生淡。下脚如踏绵云，慈悲生。行走缓缓不至，清风来。落脚坚稳不翘，平心地。日晒风雨雪闹，增定力。不别石坑石水，直心去。绕直世外小行，无所求。月日十念常行功德现，念佛持咒化头随己愿。净现光动无相皆除尘，能行所行消失是真行。得与无所得时方为道，十方如来菩萨同护叹。在群山中经行，安详宁静，随处庇护着，周遭的景色常唤起人精进。这远离人群的地方，令摄心的力量不断增加，烦恼被荡然扫除，让人乐得远离俗世。行住坐卧中洋溢着清安，没有束缚压迫心头，解脱的愿力渐渐明朗，我慢之心很难升起。安居之后，僧人就会出发，以头陀行游于旷野之中。由于不执着于所有的人和事，就像不断迁徙的鸟，除了它自己的身体外，没有其他的重量负担。对它栖息的任何一棵树，或觅食的任何一个沼泽和池塘，都不眷恋，不会产生执着，认为这是我的树，这是我的池塘，除了它的双翼，什么也不带走。未经亲自体验，很难了解这种喜乐和清安愉快。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世间人来说是难以遵循的。世人习惯定居在某个地方，居住在群体之中，以蓄积物质为快乐，难以了解出家人的神圣清贫。一个出家人的生命是以清贫和纯净为标记的。当一位出家人还活着的时候，他因为精进的修行、神圣的清贫而受到世人的尊敬。离世的时候，他的心远离了世间的一切，并且除了比丘的必需品外，没有留下任何物质。他将因此受到人天的尊崇与赞叹。行脚头陀行的修习，荣耀一个出家人的生命。
走到上面就好走了。来，我说你上一下子对吧？你这么我上不了了，我这么爬到上去得了，乖爬，大日子。流水行云任我行。